果现在说这个颁奖到此结束，会不会有点尴尬？会啊，啊，应该没有了，我觉得应该没有。颁奖到此结束。啊！我预判了他的预判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有请出品方代表上台颁奖。接下来要颁的奖项是人情世故满级奖。在分贝家族的成员中，他是成熟与颜值的担当。他敢说敢做，集聪明才华于一身，是弟弟们公认的脑力担当，人狠话也多。有了他，节目组的商务从不愁；有了他，音乐会的主持从不缺；有了他，任何的梗都没有掉在地上。他就是苏醒。有些误解，人狠话也多是因为为了主持节目才话多啊。很开心拿这个奖，现在就给各位来一个人狠话不多的，只四句啊。平常还是不太习惯主持这样的场啊，拿奖不是我的初衷。分贝再出逃，家族永不老，剧情不俗套，音乐不胡闹。现挂，全都是双牙好吗？现挂还是你看，哎，上来跟我合影吧。好，谢谢 ，Thank you，Thank you， 谢谢，谢谢。